又到做饭时间啦！今天我买了半只鸡，还有一只鸽子，然后等一下炖汤，拔边炉。虽然广东的天气还是很热，但是也要尊重一下冬天，打边炉。吃打边炉，超爱吃这个腐竹的，特别是鸡煲打边炉，超好吃。太软，照顾的长辈，形容的详细详细，他们的姐姐。